Hello，Hello，hello. 我们两个今天想来冒险尝试一下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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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 hello, hello. 欢迎二位今天来体验我们的自由潜课程。啊哇，好美啊！哇哇，好美啊！好美啊！一会儿我们在水下也拍这样美丽的啊。那可能就要辛苦老师了，我们不是很好教，可能。但我知道秘密约会是潜水的时候，其实挺崩溃的，因为我俩都不会游泳。曾经也尝试学过，仍旧没有学会，所以心里会有点紧张。嗯。Hello。这俩像一个运动队的，特别整齐划一走出来了。我的身子在地上做一个拉伸的练习。我估计得要学挺久的，不一定能够完成后面的那些拍摄，可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晚上。他不需要扶，他是舞蹈老师。他也不会游泳，也是第一次尝试，肯定也会有紧张，但他先站出来了，我觉得他还蛮勇敢的。然后他一直在鼓励我，莫名的给了我安全感。好，可能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就是给我一些力量吧。非常好，很好。我觉得他一开始也是害怕的，但是后来他也做得很好。啊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很棒。他后来也放开了，他甚至有些部分做得比我还好。拉手了，拉手了，拉手了！不要慌张啊，遇到事情不要慌张，摇摇手就可以了啊。那我还摇吗？
该满，然后你就会紧张。我就是低头。整个拍照啊，他一直在抓着我的手，就没有放开过，然后始终都是他在迎合我，他看着我，然后我闭好气之后朝他点头，他就会跟我一起下去。哇，好好看，婚纱照，哇！啊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脚在挣扎。他故意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虽然真的很害怕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希望既然来了，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。往下走就很美。哇！你看，他学过舞蹈，腿摆得好好看，不愧是学舞蹈的。我觉得他挺勇敢的，就是也是第一次进行这种项目，而且他做的还挺好。非常好看，我现在感觉像在跳芭蕾。最后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还是挺惊喜的。就两个人拍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有种你在奔跑的感觉。裙子很好看，嗯，裙子很好看，人也很好看。哦呀，好像两人在挑婚纱照。嗯，腿很长啊。拍得好，拍得好。啊，我觉得好唯美，就幸好选了这一项。就弟弟还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，对。